它怎么样了？来，我录一下。哎呀，状态还行啊。这第三天了，那天来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嘿，小孩子，耶，他趴那儿呢，还挺好。小石榴，没看他男孩女孩，他小男孩吧？小石榴，他不理我，我别摸他了。应该有希望是吧？你们看状态挺好啊。胖大夫搁哪儿呢？我他拆线了。对。他能那个。好厉害了。阿娇。有救！哎呀，哎呀，哎，在震的我呢。他不咬人，他可比那谁，他可比那个战狼强多了。战狼改名了，战神改名了。您不要叫战神，要叫战狼。狼是郎才女貌的狼。哎呀，好了，你要赶上你拆线，你怎么还精精上了呢？不好拆呀。哎。这个我拆完线能回家了，他，哎呀，他这个，哎呦我的妈，这能不弄啊？你还得上人啊？你还好吗？转个，看我的手势，走，转个，你咋这么凶呢？怎么有点想攻击人的意思？这个是18。哎呀，阿娇啊，你真能交应啊！给你拆个线，你干啥呀？嗯，拆完了就好了。好，冷静。冷静。好了，你拆个线儿，你别更更了。做手术你都没怕，拆线儿你更更了。这狗岁数也有点大了，是不是？他性格好，他不咬人呢，他就逃。天天吊牌，这狗有抑郁症是吧？嘴刺呢？这拆线呢？还有那个，这个什么？他做那个都什么手术？子宫蓄脓，还有一个乳腺肿瘤。啊，子宫蓄脓、乳腺肿瘤。嗯。哎呀。这就是典型的缺温呢，症状眼睛有眼刺啊，他俩就比较严重了。这娘俩长得一模一样哈，你俩坚强点啊，给你治病呢，听没听？这娘俩那得缺温了，哎呀我，一模一样。坚强点啊！哎呦，哎呀，现在自己就进去了。哎呦，他脾气可不好了，给家里的就作妖，你看把盆咬这样了。你看。啊，他比较就是什么呢？心情有点暴躁，给他咬完再扰民呢，搞得别的狗都吵的。他俩已经照犬瘟的枸杞了是吧？啊，一模一样，犬瘟冠状交叉感染。嗯，那收拾完之后再用手把这个收拾了啊。我就怀疑他是那什么，他是那个前两天有个人把那个犬瘟的鸡毛扔我基地门口了，那鸡毛就鼻涕来写的是吧？啊，你好说你没你他没有我那基地，他平白无故搁那生活他能得犬瘟？没有点预发性的，不能得犬瘟。
犬瘟细小冠状犬瘟、啊、这三个病现在全过了都 全得了、嗯、那我接回基地不很那什么了吗？犬瘟的这个一天是270块钱，两个狗啊、一个狗270，一个狗270犬呗，对，细小的这个是263，细小263，对对对，他用白蛋白了，蛋白必须得用啊，拉稀啊，用拉稀体这么差、嗯、蛋白得用，然后那个生命源的话暂时先不用、嗯、啊，不用生，暂时生命源这就用，因为犬瘟周期长呢，你不是短期。他俩一天500、700，一天700、嗯、37。给你。那个阿娇多少钱呢？阿娇便宜点，阿娇。啊，现在便宜了。阿娇一天就打针吃药，因为他那个蓄脓后面还滴血，前天还流血呢。还流血呢？你看感染，整个子宫都有感染。啊、嗯。你的分叉吧，不可能把子宫全切掉啊、嗯、是吧，今天就是182、嗯、今天是182折扣两个小针，因为他前期哎那你给我那个前期还有干粉刷，你那个什么你那个他俩那个一个270多，那打完折那是270多，折扣是270多，我给你看他花俩、嗯、就是他打的花俩啊，嗯，你看，用的药啥的我都发到群里面了。嗯，啥药了？咱们啥药了？生命源，全生命源一瓶。那个不是那个生命源、嗯，是个血浆，这个便宜、啊嗯，这个60块钱一瓶吧。啊、嗯，60块钱。主要哪？这个穷抑制蛋白，这个，抑制蛋白，还有一个干扰素，还有一个神经营养因子、嗯，这三个就贵。啊、嗯，这三个就贵，还有个球蛋白用的，球蛋白。一天355、嗯嗯、打完折249块钱。啊，那他那个说一天150的话就没有加这些药了吧？哪个？那犬瘟细小那个，他俩没加那药那么便宜。对对，没加药的话你就没几个钱了，是吧？这白蛋白，完了干扰素。对，球蛋白，犬瘟抑制蛋白，干扰素，还有一个神经因子嘛。哦，球蛋白比他们还贵。球蛋白70块钱。啊、嗯，70块钱、嗯、白蛋白那是一样，都是70块钱。啊，那个40、50。对，这个防治后期引起神经上抽搐嘛，一抽就没得治了。哦、嗯，抽的，一旦出现抽搐，那个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嗯，拿什么药吃？那小金毛咋样啊？小金毛就得挺了，但是状态还行。我瞅他比他们几个能得犬瘟的好点。那当然，犬瘟它是最严重的一个病的。嗯。啊、嗯，是最严重的。那个细小的小金毛今天做血常规白细胞低了、嗯、说明这几天就严重的时候、嗯、他就需要挺过这几天啊，挺过这几天、嗯、两天再挺三天吧，挺三天能活基本就能活了啊、嗯、挺三天能活基本就能活了，行没事、嗯、那我就知道了，对，那个细小的小金毛今天做的血常规也血常规也没收钱啊，哦、嗯、那阿娇得后天能出院吗？阿娇后天吧，这两天今天查一下，伤口没啥事了。那老十八呢？十八估计再有个一周。啊、嗯。6/1今天出院了。啊、嗯。啊，6/1今天早上接走的。啊啊啊！啊，现在就是阿娇，明后天就能出了。阿娇还有那个小金毛。啊、嗯。那小金毛叫小金毛。三个传染病了，你先。小金毛16，这完了再加再娘俩，五个呗，现在5个。那公的。啊。那是公的，大狗是公的，他俩都是公的啊，大狗是公的啊啊、哦哦、那爷俩这是爷俩啊、哦、行，那知道了，好，犬瘟得时间啊，犬瘟得时间，那尽力而为呗，嗯嗯，犬瘟治他俩挺严重啊，严重，行，不吃，现在您到不吃饭那时候比较重，啊、嗯、好，明白了，那先这样。嗯，先这样吧。嗯，你别的，你们也没啥，你三个传染病的，传染病的就看吧。啊，也不一定能活。面不大呗。我的希望比较小，尤其犬瘟的两个，真是。行，我家里现在都撒上那个白灰，完了用那个多巴胺可消毒的，一天拖一遍。嗯。啊、嗯。你就喷了，反正别的也没啥别的好办法。嗯。面积太大了。
行，左右狗吧，这等这次观察个七到十天没有问题了。嗯，你看，再打两针疫苗。嗯，啊，现在开始打，再打疫苗。现在打不行，你过个十天左右吧。完了再给打那个维加五啊。他俩不是跟他俩接触的狗，你们给再打两针。啊，再打两针。啊，嗯，过半个月之后再打两针疫苗。那打三针，直接打今年的都打了不行吗？别打三针，打三针太浪费了。三针浪费了，没那必要，都充血了。对，充血。哦，那我今年再打两针给他们。对。行，那一个星期以后我就给他们，不行集体再打了一针疫苗嘛。啊，那行，谢谢你了。嗯。啊，班长，那走了。啊，大家好，池子，刚从那个医院出来，然后咱家现在医院那个得犬瘟和那个冠状交叉感染那个狗。他俩状态不太好啊，刚才给你们看视频了，然后那个小石榴还能强一点，我怀疑你说现在这人，哎，我有点让我搞不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是非得就是他们这怎么找到我基地的啊，就前两天有个什么事儿，我没发网上去，前两天有个人也是他自己直接就上我基地了，然后把那一个有个小金毛得那个犬瘟的。犬瘟呢完了就送我基地去了，送我基地那个咱基地以前没有犬瘟这个问题，你真基地那狗我新接收的狗我都隔离了，然后呢还有那个我有病那狗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救的，我都是直接领上医院的，所以说我们消毒做的也非常好，并没有那个把那个狗病毒带回去，我就怀疑那个小金毛他人去了直接就扔在门口了啊，完了那个就是也没经过沟通打电话啥的就不请自入了，所以我永远不会把那些病狗啥直接带回来，我会首先要做的是带到医院里啊，所以这得我要给你们澄清一下，你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从来不会要任何有病的狗直接进入基地的，我不会治疗，我们基地它只能简单的治一些外伤的，我们自己能处理一下的，还得是小型的，根本就不具备治疗狗的一个那什么，所以说它那个现在这问题就是他们没经过我允许然后就送到那个这儿了啊，所以说这个搞得我咱家现在这也焦头烂额的，晚上直播也播不了了啊，实在是让我太烦心了，我不知道先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然后现实当中呢还有一些问题，所以说这段时间挺那个就心挺叨叨的啊，挺烦的，也就一直没直播。嗯，希望这两天能把那个这狗狗生病的都出院了能好点了，然后咱们踏踏实实在直播吧。嗯，然后你们那些捡到狗的什么的，你们要自己能治疗的话，我还希望你们自己也献一份你们自己的爱心，你不要老往我这送了，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接收那么老多这些有问题的，因为我这里面我还需要运转呢，你要不行咱沟通一下你看怎么去做，是不是你扔给我那块完了让我治不说，完了我那狗还染上病了，你说这玩意那你这是帮我呢还是害我呢，你这也不叫爱狗啊，你这爱那这叫啥呀，这啊我都不知道这叫什么性质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有爱心的话自己就发动一下自己，你要捡到狗的话你自己你看看你能领医院是自己能给他治疗怎么办呢，你不要都推给我，我就是一个照顾狗照顾这些我目前这毛孩子了甚至来咱们现在根本就不具备那些资格是吧，我就只能把自己这些狗先照顾好然后就这样吧，拜拜。